有请下一位藏友登场。你好，你好，各位专家还有各位店主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于北京的马森，主持人好。哎呀，你这个说话这个声音一听就非常的有力量，非常有活力啊。对，今天呢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我们家可以说是五代祖传的一个宝贝，就是一个古玉环。我们来看看，嗯，家里已经传了五代了。对对，五代。哦，可以说是我30岁之前根本就不知道我们家里还有这样的一个宝贝，更别说见过它是什么样了。怎么会不知道呢？家里有这么大的宝贝。这个应该问我父母了。我私心想问一个问题，家里有几个孩子呢？我们家有两个孩子，我是老大，底下还有个弟弟。我知道了。你知道了。为什么不给咱们看呢？因为不想给咱们。我觉得既然没有告诉我，一定是有他的一个考量。那后来为什么又咱们又知道了呢？我弟弟现在谈了个女朋友，马上要结婚了。好事呀。对呀，这结婚不就得买房子吗？北京的房价现在实在是太高了，父母的意思就是说想把这个宝贝然后来估个价，看大概能值多少钱，能不能为就是说买房子能够出把力啊。首先请你输入心理预期价格。好，姐姐输入的心理预期价格是200万元人民币，能不能得偿所愿呢？请专家辩价施真。我们看一个玉啊，尤其是古玉，首先看它的沧桑感。那么有一些沧桑感呢，伪古玉它是做出来的，而那个真古玉呢，因为它经历了那么多年，所以它这个沧桑感是非常自然的。那么这块玉呢，我们看呢，它是一个青玉。这个青玉呢，出现了一层青色，这个青色呢叫象牙黄。我们图片看得更清楚，照相机照的，除了象牙白以外，还有朱砂青。它上面雕的这个纹饰叫窃取纹，盗窃的窃，弯曲的曲，叫窃取纹。那么这种纹呢，只在战国时期出现过。这件玉经过鉴定，战国青玉窃取纹环真品。好，恭喜你。谢谢专家。我为什么说它是真的啊？这个窃取纹是一个非常时间短的，它只在战国出现，而且这个窃取纹呢，它很有意思，它是斜的，半边斜的，有一个交接，在这个交接地方非常自然。那么这个青色呢，分布的非常均匀，而且呢，它上面有一层包浆，这个包浆不是人工做的，而是岁月沧桑形成的，所以呢，真品无疑。我们给个价格啊。专家的估价已经输入系统，我们稍后揭晓。现在来看看店主团的意见。你看哈，在古代，达到这种级别的玉，都是帝王把玩的，或者是挂在身上的。然后这个窃取纹呢，就是大家不太好理解，但是啊，我们有头发的人或者有胡子的人，你没有头发。我跟大家说一下，就是怎么好理解啊？我们把它扭一下，我们扭一下，就像我们编绳子或者编头发、编辫子，女生她有那个扭过去的阴阳面，她就是那个过渡，夸这么一扭，所以这也是一个窍门。然后它也有一些缺点，比如有些磕碰啊，有些什么的。市场是无情的，不管你是买房买车还是怎么样。所以呢，我就给一个比较保守的价格。虽然有一点小瑕疵哈，但是我觉得，因为它年代在那儿放着嘛，我觉得我个人意见啊，我觉得它不会因为这么一点小的瑕疵来影响它的一个市场价格。您的握着的是房子，你知道吗？没有，这也跟房子不搭嘎啊，用南方话说啊，所以我给出一个保守一点的价格，好吧？好。做买卖的人真是无情，居然才输了15万元。
这离我的目标太远了。我们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店主愿意出价呢？对，我希望价钱能高一点，真的是，那因为专家都说是真的嘛。别着急啊，别着急啊，啊，这是一个战国的玉璧的标准器啊，凡是带战国俩字儿，不管是玉璧一环，肯定是至少以10万为一个级别单位的啊。我是学服装的，我特别清楚，那个法国和意大利的高级时装设计师，他们都特别喜欢中国的古玉，按我的语言就是盗取各种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纹饰。所以说其实你这个在国际市场上是非常受追捧的，所以你不要着急，你看我的报价你满不满意。来，请店主输入报价。店主输入的是50万元人民币。不过我还是要谢谢，还是要谢谢，比刚才还多了几十万。好，就有了前头那个垫底，现在怎么心里都能舒坦一点。对对对，接下来我们就到了关键时刻，看看专家老师刚刚输入系统的估价究竟是多少。来，40万元人民币。谢谢谢谢。我们首先看啊，这块玉环实际上呢，仔细看一看会发现它有一个开孔的问题。我们因为照的照片呢全部是这一面，但是我们看一看这一面的话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大喇叭口，战国时期出现铁器了，所以它出现的孔基本上都是直孔，而这件玉呢是一个喇叭孔。应该说这个玉环本身比战国时期要早，这一点来说是我们这块玉的亮点。第二，这个玉环尺寸比较大，因为我们知道了战国的时期啊，在我们中国古玉文化时期，它是礼佩文化时期，礼玉和佩玉，尤其是战国喜欢把这种玉啊各种各样的组件带在身上，走起路来叮叮当当的。那么像这样的玉呢属于大的玉，要么就是单独悬挂，要么就是说单独配在身上的，东西比较难得，虽然有一些小毛病，有些磕碰，但是和他这个那么多年的沧桑感比起来呢，应该说不是太重要。所以呢我们给这么一个价格。你这个玉啊既然已经放了好几代了，我建议你啊，如果能够在别的地方凑钱给弟弟买房子，这个还是不要走。我相信这个玉璧以后会一定会高起来的。好，那我就听专家的吧，我拿回去跟我父母商量商量，再多搁几年吧。所以今天感谢主持人，感谢专家，再送您一份礼物，华山论剑节目组颁发的珍品证书。好，谢谢。